喂，青青啊，后天就过年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，我后天一大早的飞机。你爸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菜。好，我忙着呢，先挂了哈。这个项目相关的就是这样，希望我们能实现合作共赢。组长，你讲的真好。就是，这次竞标咱稳了。虽然我们这次胜算很大啊，不过大话还是不要说在前面。你们这个月为这个项目加班辛苦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组长。新年快乐。抱歉，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案。喂，由于天气原因，您的航班已被取消。什么？航班取消了？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我们表示非常抱歉。喂，妈。秋秋，上飞机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声，你爸把你爱吃的粉蒸肉蒸上了。你到家，我航班取消，回不来了。没事，回不来就算了，到时候我和你爸去看你就是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在网上给你们买了六个核桃，你们记得喝啊。你自己留着喝吧。我也买了，你们别舍不得喝，喝完了我再给你们买，对身体好。好。组长，新年快乐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陪您过新年呀。爸妈，新年快乐！你怎么一个人过节？我不是一个人。叔叔阿姨，新年快乐！谢谢你们陪秋秋过年。爸妈，我就拿这个健康虎，祝你们龙行虎步，新的一年里虎福临门，六六大顺。哎，组长，我们的方案被选中了。真的？爸妈，我先不跟你们聊了，我看看。耶、yeah! ！我们今年的辛苦都没有白费，愿虎年我们依旧虎福临门。